台南安平渔光岛月牙湾海岸变成绿油油的一片，犹如是抹茶海滩，游客就惊呼这真的好梦幻。画面中我们带您看到，这是台南安平渔光岛月牙湾，好像啊是铺上了绿色的草皮地毯一样。也有民众说好像是抹茶海滩，真的很特别。据了解，其实这些都是一种绿色海藻，因为最近的天气渐渐暖和了，经过光合作用，藻类才会大量的繁殖，也变成这一大片绿油油，像是抹茶海滩。研究员就解释，每年大概这个时候都会出现，必须要派人来清理。我是李依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疫苗都不能松懈的战场。张撼动社会，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